你可以养我的。我们俩在一起。好。你是从哪里来的？我是从加州来的。 你是几年级？ I don't know, but in the project, we are going to pay those 15 pigs if they do the year. You know, I'm just saying, You said 一年级。我说错了吗？你说错了。我是三年开始学中文。Do you want to ask me about when I started studying Chinese or what year I am in school? 我是一年级的，我是何文纯的学生，我是应该算是四年级吧。你的专业是什么？中国研究。你呢？你的专业是什么？我的专业也是中国研究。 还有我有其他的专业。你喜欢你的专业？我非常喜欢我的专业，因为我的专业很有用，也很有意义。真的吗？真的。为什么你选择你的专业？因为我最喜欢学习中文。 还有，我专业是国际贸易。你从小的时候就追有什么兴趣？ 我从小的时候，我对历史很清楚，但是现在我改变了。我发现我喜欢文化。你开始学中文的时候，你觉得？ 中文难不难？不止很容易吗？我觉得中文的口语很容易，但是因为我是一半台湾人，所以我口语比较好一点。但是我觉得认字还有写字有一点难。为什么？因为它的笔画很多。 你觉得中文很难不难？我觉得中文不太难，可是认识中文还有写字中文非常难。毕业了以后，你将来想一个工作吗？将来以后我要做教授的工作。 因为我觉得教授的工作非常有意思，你呢？你要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你刚刚说你要教授的工作，所以你应该不耐烦，可以吗？可以。好。 毕业了以后，我想要去旅游一点，然后结婚以后，我要找一个进口出口的工作。你有想孩子吗？差不多，嗯。多少孩子？ 五个孩子吗？我如果一百，如果我有两百，
很多钱可以养孩子。 我要两个还是三个？如果我要两个孩子，他们都是女生，我要三个。好。